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加州众议员朱凯森，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，跟这个新年的时候跟各位拜年，祝各位新年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我们硅谷是科技的一个重镇，那么在五月份有一个硅谷创业节，也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，共襄盛举，让大家有机会讨论一下，各位创业分享一下创业的经验，也给我们新来的这一些学子们有一些指点，谢谢。我是那个高旭佳，互联网的市长，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，让大家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我很高兴是第一位华人的女市长啊，尤其是在 Fremont， 我们现在发展那么多，有 clean tech、high tech、biotech， and then 在发展有 growth。We look forward to partnering with you for the new year。所以很谢谢大家 ，everybody。This is Lily May, the mayor for Fremont, and I want to welcome everyone to the Silicon Valley Entrepreneurs Festival this May.In 2017 in Santa Clara.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there. 叮叮电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邵阳，是佛利蒙联合学区的学区委员。在岁末年终的时候，我在这里特别祝福各位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教育是我们华人最关心的，我们都有一颗望子成龙的心。我本人也非常荣幸在教育领域能够为我们华人争取权利，因此我衷心希望在未来的一年里，我们可以彼此携手合作，一起来打造我们华人子弟的美好明天。也非常欢迎大家5月2号来参加硅谷创业节的活动，谢谢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高维君，是今年新选上的萨托嘎的学区委员，在这边向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春如意，也很高兴的欢迎大家一同来参与，在硅谷的这个创业节，能够一起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中心，共襄盛举，创造我们华人的下一个更新的时代，谢谢。叮叮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王耀明， New Haven School 的学习委员，大家新年好。 Welcome to Silicon Valley Entrepreneur Festival on May 2nd。 我祝各位圣诞快乐，万事